我们说是江南的才子，北方的将领，我们看他长得很秀气，像不像江南人？现在我们见到的这一件有，就是我刚刚还有介绍的，是博物馆里面的镇馆之宝。我们所发现的已经出土将近700件，这700件有大部分全部应该说是90%是回忆我们现在已经出土的700件有的21件没有完整的出土，而且更奇怪的是什么呢？这一件有的出土之后，我们的啊，我们学地理的，可能我们这边有一件绿色有这样，我那个昨天特地帮你们找到，等一会儿我会给你们看到啊。那么完全看的侧面完全是陕西的，但是按你来的，说的最多的一次考，那么我们有是自成的一个考，所以现在有很多企业家啊，有很多的呢啊，一些对这件非常的惨高的一点，我能看到它的那个整个的盖奖片，甚至都是按照它的不同方面来设计，在旗眼底下是下片压着什么？对，至今还有颜色留下来。另外，我们眼睛好的团友，你到这边啊，我们在玻璃框不反光的情况下，可以看到它的斜体板上还有花纹。这些花纹的表面，可能是在他出征之前，可能是他的妈妈，也有可能是他的太太为他密密麻麻大的鞋底，因为当时我们祖先穿的鞋子不像我们现在是胶木的或者是皮质的啊，他呢都是用针针线线把它纳起来的鞋，那么一层一层的布把它纳起来的鞋底的针迹痕迹都原原本本的反映出来了。由于这一件俑的出土，我们更加证实了秦始皇兵马俑完全是按照这刻画出来。那么我们见到他的头饰呢，他扎了一个发结，没有戴任何的帽子，不是说是当官的，所以永远英雄是人民最伟大的镇宅之那个，我们说是镇地之宝啊。那么我们这完全是一个陕西的地形保护的那么完整，它是一个普通的兵士，所以说人民是最伟大的啊。小王啊，给我打个电话，我一想，哎呀，小王那么认真的，我说我也要认真点，不敢疏忽了，我就赶快到新华书店。我们看这绿色部分，是我们的陕西的地形，跟我们的桂顺鱼像不像？侧面，像不像？有没有感觉到？这个鼻子是吧？额头。感觉到了没有？就这样。它的发尖也能看到，完全是我们陕西的地形。所以我们说这一件俑真是很神奇啊，是我们的镇地之宝。当然，博物馆是镇馆之宝，是我们陕西的镇地之宝。它的整个的形象是我们的陕西的地形啊。那么更神秘的是什么？这一件俑出土的时候完整的保护下来，非常完整，没有任何破损，所以我们说它是陕西的镇地之宝。那么现在有很多酒一起好，现在我们见到的又是一个发现的那个Thank you.
冒牌在看刀削。没有，这我们去的时候他在住，我们俩就站在那里等。C'est le coupé, je vois après. C'est la coupe que je veux. Il n'y a pas de coupe. Hein? Il n'y a pas de coupe. Il y a un truc. Non, pas de coupe. Il faut que ça te fasse.连这个手纹都有的，看不出是那个生理手纹学家这样分析。那么这
对于两个手型的手背和手心，也可以看出他这个人的运气运程如何啊。那么这个人手纹呢，有很多地方是通不到、通断了，可能一生呢就是遇到了很多的坎坎坷坷。当时在2000年以前，我们的祖先的着装的颜色啊，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考古工作者的那个腿啊，他穿的蓝色的裤子，黑色的鞋。在2000年以前，我们祖先穿着装的颜色基本上以蓝色裤子和黑色鞋子为主，但是经历了2000多年以后，这些颜色都剥落了，不存在。不过红颜色的绷带却还是很清楚，这些红色绷带证明在2000多年以前，我们祖先的跟我们现在一样也是很是第一个，好像像我们见到的趾高气扬的指挥官。像我们西域过来新疆那边的阿凡提长胡须大刀眉啊，那么我们见他整个样子像少数民族。而这下面两位呢，我们见到的是低群额头单眼皮高颧骨，又像蒙古族人，而他们的头上都没有一个发髻，证明都不是普通的丁氏，而是做官的。由于这样的头饰，证明他当时头上一定是要戴顶帽子，全部是做官的。所以可以看出秦始皇帝是用兵有方，不是任人唯贤，而是任人不是任人唯亲，而是任人唯贤。你真有本事，你是少数民族没有关系，也可以到部队吸收到部队里面封他高官做。所以秦始皇帝呢，他可以统一货币文字啊，统一法律车轨，统一度量衡，在中国建立起来第一个中央集权集权制的国家，在整个推动历史方面来说，他是做了比较大的贡献。这是13号可以名字啊。现在我们继续看，这个是后来的，这个是真的很伟大，这些都真的。我们以前不存在有几个，那基本上应该从这个照顾。没有放上来，没有放上来，所以呢，我们呢就是说，当打开了以后，因为后面我们。